王菲除了来现场外，主要是来领奖的。她从黄耀明手中拿下最佳另类流行音乐作品时，对于《寒武纪》这首歌的得奖投有意见。这首歌真的一只另类歌嚟噶，所以咪攞另类奖咯。唔系啊，我之前我哋写嗰时冇谂住写另类歌曲，唔使谂你啲嘢。出到嚟就係咁啊！我哋諗住寫主流噶嘛，點出咗嚟一隻另類歌嚟。王菲，当王菲从他手中接过最佳流行音乐作品奖项时，两人的对答令人笑破肚皮。即系讲啲嘢啊嘛，好尴尬啊！请你咁多次，我而家个尴尬都企喺你隔篱，点解着到咁高嘅 boot 啊？这是一个由音乐人颁给音乐人的颁奖礼，张国荣觉得比任何一个香港地区的音乐颁奖礼更具公信力。王菲已经是一个好例子，佢得咯呢个奖都从来冇试过，我冇见过一个颁奖典礼笑得咁开心，咁所以即系表示呢个奖系非常有代表性咯。娱乐新闻梁广成、刘天颖香港采访报道。